新手教学，上车上车啊！这就叫新手教学啊？真假？没事，大凯，我们都在等你。对，我们在等你解，我们怕你到时候你一个人在解很孤单，所以我们一起解。现在要归给我。对。因为我们会一直在这边刷宝，不解新手教学，我们是为了给你一种陪伴感。赶紧上哦，赶紧上哦。好了，准备就绪，有人出发。杀僵尸喽！啊，这不是打虫吗？哦，僵尸没什么两个样啊。降落！降落，旁边就有虫呢。那就开杀！我准备打了，我要死哎！哎，这个虫超痛的。对。靠近目标。为什么这个手榴弹？靠背啊！靠腰，我知道有人在丢手榴弹的，我就知道。不是啦，我刚刚想说，我捏着那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很想把它收回去，然后已经收不回去，然后就砰，然后就死了。我们有一个人已经自尽。按下空白键请求增援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拉我的样子、欸，你们拉我看看。按住卡不错，按住卡不错。然后怎么上下右左上？睁眼营救位。哦 ，Control 可以叫这个、哦、轨道炮。按住 Control 输入指令哎。所以我睁眼不是就绪吗？我要怎么下来？你要有人让你降落之类的吧？不叫你的要升叫那个吧？怎么输入这个、啊？上下左右啊！炮炮，也有人跳啊！不是、啊、轨道炮，有人在欧美尼啊！什么东西？你自己走过去的，那么明显。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？我以为是弹夹、啊。机枪来了！哇靠！谁在乱丢靶了？是不是你 T 四？被对举尬在这些击杀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有怪怪的虫，怪怪的虫，巨离谱！你知道吗？输入好几个，快点啊！这个准备就绪了，有下来了，快下来了！直接把他们砸死哦！可以啊，砸死啊！我测试一下，我靠！快秒我嘞！五座虫会秒我哎！熊和犬，再叫一下，再叫一下！来了！我要叫，你们看一下。哎，我现在输入这个指令贼快。我飞下来了。我要下来了。好，我看到你们。哭啊！这条狗。什么东西？我刚下来，我还能等到你。哭啊！狮子丸。哎，我先走了。你要上船，对。垃圾，定义真的是垃圾。什么东西？我才刚复活，我能怎么害你？不是你用船坐死我，你就自己耍白痴。我都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复活吗？你有头绪吗？你需要复活的原因不关我事。哎，少经验值啦。完了，只有两个人头而已啊！马上要升阶了。嗯，这什么小镇影响力下降啊？这什么就是？嗯，看一下数据啦。哎，我杀敌数71个哎，我跟鬼一样哎。怎么看呢、啊？怎么看数据啊？上面有个数据啊。我感觉我死亡数是爆高，我可以移动地点4公里。来，绝地喷射舱，哎、哦，我们分两区吧，一个跟我来上面，我去下面吧，我去重返区，那我也来去下面，我去上面。好，啊，被救命！我很想，很不想跟那杀人犯同个地方。放屁！我刚看那个队友输出你的是最高的，乱叫。你刚刚打2000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才1000滴血，你打2000呢、欸？除非那个太空船压人可以压很多，不然我根本不可能这样。我走不出他家、欸。哎，我快顶不住了，你真的、欸？对，你死一死啊！我在增援啊，你死一死啊，快死一死啊！你
谁死？这个我丢一个增援啦！轨道炮射击！我帮你增援的，大海，你别放弃我、啊！谁呀？谁是 P 三啊？是谁？你干嘛啦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你冷静了吧！我很没想到你是虫吗？要 A 你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。未来轨道炮，哎、欸，烧毁了，重来全部烧毁了。这借一下，没子弹了。去干嘛？不是，我也没子弹，突啊！哎，我被着陆击杀。他妈，我机枪没了。对了，就是爆。对，我也死啊，屁股都在多虫啊。请求增援。请求增援。为什么我叫不出增援啊？哎、欸，对，飞给把我杀了，哭啊！不要躲了，不躲了。不是 Bagan， 你不能为了抢机枪在那边搞鬼，哭啊！乱讲，刚刚那个机枪我叫超久的嘞。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他刚刚也抢我机枪。你是死掉了，那不关我的事哦。我不是有人在搞，还是有卧底啊？好，有卧底。卖乱，不是有卧底啊？捏不啦？好恐怖！我捏好了、哦，轨道炮已经捏好了。好，二哥重新补给。轨道炮准备就绪，没问题。重新补给。嗯，轨道炮怎么在这里发炮？哎，我这边怎么轨道炮？我来看看它范围多大。我靠，我死了！哎，好大，好大！我靠！四分五裂，第一四分五裂，是你把自己砸死干嘛？这状况，我受不了，我把人压死了！啊！你耍白痴，什么压的？到，我旁边在打雷嘞，那世界毁灭呢？哦，这个星球要爆炸了！纳美克星呢？五分钟哎，快走！六分钟。什么？天际游侠号，天际游侠带走四个全活，完美。普通开的，所以一路上升，真的有数据。来，你看数据就知道谁在搞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选你。By game 在搞1400啊！啊，我都是被人炸死的呢，这能怪我吗？哎、欸，钱可以在这里买东西耶。机器人是吧？好红哦！机器人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机器人哎、欸！ New Mag， 有幸存者是啊，没有挂掉。还有幸存者，我还可以捡他的散弹枪。我、靠！被阿兵击杀，你又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我要测试一下这个 shotgun 的 power， 你知道吗？你拿我的身体测试啊？你什么问题？就是、啊，我跟你，你三百是狠的，我会买你试试。哎，那边有一些很奇怪的机器人在打我啊！我这里有，我叫补给的。这个是敌人啊！好，我是拿 shotgun。哎，双刀，双刀侠，双刀侠，双刀侠往 P 三 T 四那里去了。双刀侠！哎，为什么我叫我有反弹盾啊？这什么鬼啊？机械太强了吧、欸！救我！请求增援，请求增援，赶紧的！我压死他！机械超级强，机械超级强，超级强！打他的头啊！他的头不防弹啊！怎么打不死啊？这什么？哎、欸、靠！靠你干嘛、啊？我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机器人啊！双刀机器人！啊、我不是机器人、啊。好，增援！哎、欸，刚不是看人大啊、哦，后面也是机器人。跟双杠超废的啦！轨道炮！哎、欸，顶飘飘哦！原来它后面是有驾驶的，有一些大字的。有了，我把机器人家炸掉了。我要拉手机。哎、欸，有盾牌的机器人，大盾！好啊，狮子丸，走到枪线上了，这个。谁？来，你赶快救我！
这个这个可以互动。怎么有人叫了轨道炮？谁？哎、欸，我这个在跑一个东西嘞。哎、欸，他这边要跑条哎、欸，要看不开、欸。来了。双刀机器人。我靠！你那么硬啊？你还好吗？主角！我操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又是狮子丸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把那个炸掉了。哇，我目标达成了。请求增减。那个原本是你炸掉的。我刚刚在帮他跑条，你说你把他炸掉。请求增减。那个明明就是用跑条弄掉的。请求增援，请求增援。来了，可以。太奇怪了，炮腰嘞，什么问题？嗯、请求增援、啊。这提示好像不严。因为请求增援就可以一直带过，又什么问题了、欸？不是、啊，我知道你那个已经没有什么子弹了。我靠，原把他压死了、啊！我天哪、啊！他怎么了啦？他怎么了？每个人都在操作哎、欸。请求增援。哟，我真选你啊！你去找那个 B1，跟 B1 加速。我跳了，我跳了。大海用的。我们要找巨型机器人，有没有找到？巨型机器人是在右上角那个。对啊，这是直线啊，上面才是直线。这里。他多大？好大！还跟尼尔第一关的那个差不多大。那就是好大。前面一台那个的怪兽，那就是巨型机器人啊！直接我轨道炮直接给他下去了。咦呀 ！Orbital Strike。那个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我想把你过来。哎，轨道炮来。啊，姚磊，快走。中了吧？看到嘞，这个战术的，快走，快来了。给我拔了。找全掩体啊！要记得找全掩体啊！这关我手的、啊，我卡车啊！我直接一个轨道炮处理。对、欸，他还没死。我只能说还并不想给哦，不是还没死。绝地弹呢、欸？有一个绝地弹呢、欸。来，轨道炮，绝地弹。全面轰炸！他把我轰死了，救我啊！有个厉害的，我死了，有喽！增援，请求增援！我一直轰嘞！请求增援！有了！哎、欸，我们快用完那个嘞，我们快用完增援了，是不是才第二个难度啊？增援，这是第三个嘞。我想增援，但是很怪！哎、欸，撤离点很远啊，要跑呢，停啊！我开吧，你们，我来断后。哎、欸，增援就绪，这有叫了是不是？我来断后。啊，你来断后，他们怎么都来看我了？有没有人来救一下我？是啊，我前面就只有一个 T4 的一直在跑，不是这样。躲了。中风散弹枪，那我试试。不要！操！哎、欸，我身上是有东西的、欸。掉落物品了。好，样品掉了，你赶快捡哦。对了，样品掉了，哦，接了，哦。啊，不是啊，拿到新的枪，不试一下是可以的。没事啊，其实我刚拿到那把的时候，我也往大凯头上开一下。啊，就是你，我他妈怎么又死了？不是啊，我说这一开始啊，误会了，大凯，误会了。这里有反材质步枪，哎，我，你想干嘛？我想拿一些东西试枪。来了，我是说狮子丸，狮子丸走路走到一半会丢出轨道炮，不知道是这样。没丢好啊。不是，你想说我会走到上面？不，我先把它丢到那个飞船旁边了。哇，真叫补给。那手要很幽默。我有新枪哎、欸。我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往那 T4 的头撕一下，看他厉不厉害。那一把就是我给你的。好啊！这一枪厉害。我真的一定会把你压死哦！哇！
啊！怎么了？好像都要死光了、欸！快点叫增援啊！叫了！你要躲队了！我靠！你刚刚好想砸人，还是我看错？我想把那 P2 砸死、欸！我刚好掉在飞船的上面了，不然会死。先机油箱要来了，是不是？机油箱号到啦！快点啊，上车啊！走啦！我好，丢了！不能丢下我吧？哎 ，B 万去哪？哎，四个人都忘了，还有好几个。你们怎么不 cover 一下？我在 cover 你啊！我上船啊！哎呀，你们四个坐在里面，三个坐在里面，还在 cover。我在里面 cover 你啊！我在里面 cover。光荣使命。但我们玩到没有命，还可以有两颗星。玩到没有命，就是你在搞。拿人来试枪，等一下来看输出啊，等一下看队友输出啊，来看啊，我54杀、啊、完全比不上你们，那一个2300，一个1100，不是2300到底怎么玩的啦？2300到底要怎么打啦？不是你不是啦，你看我杀敌数，你看我射击次数，你再看看你们，你看我命中数，我675哎、欸。是吧？我杀敌数54只，才少你3只而已哦。我都是被你杀的、哦。我也是啊。使用这什么地震仪 ？Reloaded。有吗？我按了，应该快飞下来了，飞下来了。放先叫子弹，还会叫子弹。好、哦，喂，这里很凶，哇靠！这后面，超多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超猛！啊，大海！啊，不是，我丢手弹往那个机器人那边丢呢。啊，为什么你动了？你是去接是不是？他是机器人啊，他就是机器人啊！我大海，你切这样子！哎、欸，我的那个补给被谁的轨道炮炸掉了？哭啊！机器人的、啊。补给。靠 U 啊！水雷是什么东西啊？麻辣啦，是对面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你，你抱，是大海在抱着的那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我都是煤气罐啊。好，还有那个就是水雷。哎，干嘛？哎，P 度打，我操 ，P 度我帮你杀了他，到底是怎样啊？我帮你杀了他，死不了谁？不是靠腰水雷，到底是三小，我又被炸，他把我们全部的人都杀了，我抱着抱着要死了，太夸张了，你杀了在那边搞鬼好啊？怎么死？刚刚怎么死啊？不是吧？还是一直在乱杀哦？我建议先把他杀了。不是，没有，刚刚很明显是你的，你把手你朝着大凯开枪，还是我的大凯？你自己有看到吧？不是、啊，有个人是匪男，他就走过来，然后开我那个桶子，然后就跑掉，然后我就爆炸死了，对啊，爆一枚。对啊，就你前面那个 P 2、啊、你现在去找 P 2嘛？你现在先去找 P 2就 P 2啊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到底我都已经帮你把他杀了。哎，还有上墙。哎、欸，有人死了，有巴拉啦，有水雷哦，哭啊！哎、欸，水雷，哎、欸，你旁边还有一个水雷，地板上的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右边有一颗、哦。来喽，飞船！在超远的地方。嗯，谁把我的机枪拿走了？兵役。什么东西啊？嗯。哎、欸，要结束了，天机高手。那你的轨道炮吧。快上船！我要上船了。清空区，清空区。可以清空了，我走喽。没有了。Easy。OK. Victory was never in doubt. 民主外送成功。我要买一个这个，哦，
反材质步枪。大海够够，先选地图吧。飞鹰空袭，我都有、哦，真的、欸，原来这些东西有用。你有空袭、啊？我知道不要买那破枪啊。嗯，我刚刚买的飞鹰空袭，我买了这个反材质步枪。他丁一跟大凯没买啊？买这个啊？不是，那个空投的是在另外一区买的、欸。对啊，他有另外一边也有空投啊。我是买这个飞机。飞鹰攻击啊、哦，感觉就是 EDF 那一种吧。啾！它有很多种，有机枪的，我是买炸弹。飞鹰攻击，太好了！哇哇哇哇！威力还行呢。炸光了吗？空袭，枪很空空哎、欸，命中率很低，但就很帅。目标点很远，我们这里有个支线啊，这里有个支线要解呢。黑尾说有设置建筑物，他要拆家。什么？ Fire in the hole. 那不是猪？我们爬？出去！啊！有人在我面前死了、欸，什么情况、啊？你干啥、啊？我在拆家，你怎么跑过来啊？什么情况？啊！好恐怖嘞、欸！师长在我面前。自尊武力，小丑八级，好恐怖！我丢手弹了、哦，别，好像是用这个绝地弹。叫了哦，好像会爆炸哦。没有哎、欸，绝地弹还没 feel 哎、欸，要启动了是不是？启动。I'm on the terminal。不是，看到这个位置怎么启动啊？你先看看。有人启动了吗？我启动不了。你是要打他，打他引爆。没有。哭啊！你不要闹、喔。这东西只有一个啊！你再叫一个。再说一个，等五秒之内。不是，他要输入那个按键，但是你一按进去，他那个视角一换，你根本看不到按键。我其实对嘛，所以你刚刚丢的不好。那个视角跑到那个。好，一人叫一个，一人炸一下。好，白痴先去主线吧。你们两个去主线，我来解这个。可以 ，OK， 我跟大凯去吧、嗯。我们上面那个吧，我们去那个。也对，我们两个启动。嗯，启动两个 OK 吧？看一下他多炸，看一下他爆的多大。找掩体。哇！哦、炸掉喽！化作肮脏的烟火。啊、来，飞鹰空袭！好、哦，空袭吗？看一下。哇！哎、欸，还是把他给炸死了。是啊，我已经弹炮，我离500公尺了，我还是死了呢。你这空袭范围超大了。啊！救我！为什么我不能按空白键？为什么不能请求支援呢？有，其实你已经有支援了。好，我救你了。你之前杀完的，然后都不会帮忙救一下。飞鹰空袭又来了，因为总控。因为我根本就没杀。乱讲。有一些轨道攻击，精准空袭。哎呀！哎呦！刚好。哎靠！你还丢在我旁边呢、啊。撤离！炸掉了！撤离！救我！没啥问题啊，我们反器材步枪绝对可以救到你们的。哎，着陆了！这个东西猛到不行啊、哦！酸！哎靠！又有人把那个丢在外面，中到我机！不要大海，你没看到啊？哭啊！好白痴丢的！要嘞，是子完他妈就是你，你真的会死哎、欸！他真的要死，他真的得死。你快要赢了，人类即将胜利，少一个人呢、欸，好奇怪啊！确实，
对啊，我原本还想跟大海说前面有那个，那结果他还在到火鸡送到火鸡了，他就跑过去了。